这个好了，葱、南豆、青椒、辣豆瓣、猪肉干、土豆。哎，新香，新新新生，头家我被，你知啊？拉贝小心我，拉贝小心机嘞。卡通的人物，卡通的人物，嘿嘿嘿嘿，伊的面眉毛是安尼，妈妈妈妈，你知啊？你知啊无？迄个卡通的人物，嘿嘿，丢，嘿。蜡笔小新喜欢吃什么菜？摩西饭，嘿嘿嘿嘿嘿，你知呀？你知呀？台东。来，发哪一个单？第二个是那个辣豆瓣，就辣的。就辣的。嘿，这物件食的就辣的，诶，食臭臭的锅的豆贵的物件。干虾面到底？嘿嘞，鸡吧，阿姨，哎，羊吧，虾面，嘿嘿嘿，羊，嘿，买一个，嘿，阿来来，要盖子吗？多谢，哎，不用，别，哎，水母哎，水母，不是脏脏的瓜，哎。几片的，嘿，水查某多谢，多谢，对，多谢你，啊，对，头家牛，多谢，环境，哦，环境，沙盆，梅啊，好了，好，哎，鞋子。回啊！太悲伤了吧，一个个问。这个刚是含金，撒魂是啥？撒魂是食的物件啊，那撒文。哦，撒文哦，鸡回撒。OK， 好，多谢，撒文啊，多谢，过关了，啊，下午维亚不？维亚，喂，好难啊，这样。这是小孩子的。哦，不要紧嘛，好我看吧，维亚，多谢你，然后我再来要找韩优。韩秋，来辣椒，辣椒，韩秋，谢谢你们，最厉害其实是菜市场的老板，他都要提个头衔，我跟你讲，当老板就在菜市场里面，你要做人家生意，你要什么都会嘛。语言是通往全世界的钥匙，没错。你如果没有把这个钥匙打开是不行的。